Tintje Baumann.两点代表一个口，牛，向左抬起来，抬高斜的，牛，不，轻盈的，蜻蜓点水式的写法，长长又是来一个头大，大，身体略小。吃，拉开，收紧，再收紧，且就灵动的感觉。他这个，他喜欢这样直直的滑下来啊！这种机会其实非常的多。不，点点挑撇带，横，重的弹起来。重的弹上去，点撇拉动，急，最后一个字，所以它又过上去了。